观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林志英，欢迎收看一点新闻。今天是五级八都补选提名日，提名程序大概在半个小时前已经结束了。如同早前的预测，这场补选将会是一场一对一的对决。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穆仁礼将对阵反对党新加坡民主党候选人徐顺权。47岁的穆仁礼是一名律师，在2015年的全国大选中，曾代表行动党出征阿育尼集选区。53岁的徐顺权则是民主党秘书长，他在上一届大选中率领团队竞逐荷兰五级芝麻集选区。提名程序正式结束之后，各政党候选人陆续上台发言，借这个机会呼吁选民行使投票权，将手中一票投给自己。我是阿姆，让我为您服务，行动党一票。Residents of Bukit Batok, I am Murali. Together, let's make Bukit Batok a beautiful place for all of us. Vote for PAP, vote for a better home, vote for a brighter future. Thank you. 五级八都选民，我很荣幸参加这个补选。如果我当选，我会当一个全职的国会议员，好好的来照顾你们的我们这区，让五级八都成为一个更美好的社区，让五级八都的居民感觉得很骄傲。此外，我会在国会里面替你们出声发言，投民主党票。谢谢大家。